一般全球第一次亮相的车呢，必须是咱们在场接的啊！哇，这长度一眼看不到尽头啊！封闭式的集装箱，在路上你看到这里面，你根本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这里边就叫惊喜。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听听咱的宝马还在里面咆哮呢。两辆车，先看哪个？卸车。关键的灵魂在这儿呢，为什么这么隆重啊？哇，这长度，所有的精髓都在这儿呢，看它后门有多长，来，这长度，啊，这它后门的长度，事不宜迟，脱下来，仔细看看它，过来，来，来，把那个空挡摘了，啊，司机大哥也挺紧张，一直踩着 R 档呢，我真的怕他开出来。宝马，哎 ，X-Drive 40，重点在这儿啊。这是 X5， 然后华晨宝马，在以前的 X5 上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字，从今天开始它就有了。在宝马官方对它的称呼叫 The Boss， 线条现在看起来更霸气了。这不就是七系的后门的长度吗？这车肯定是之前在大库里面是保密级别非常高的车，要不然不会把这些所有的小标签都挡上。哎。在宝马工厂安过，有经验啊，这轮毂盖都是可以拆卸的，差一点就喜提了国产 X5。在国内啊，所有的合资品牌全都算上，坐这么大的车还是第一次，宝马工厂也是第一次坐偏地门，啊，这也有点类似于低配版的劳斯莱斯库里南那个蓝景的座位了，对吧？可以坐在这儿钓个鱼，喝个茶，很惬意。忘掉刚刚你们已经坐过这台车的事实啊，接下来该是什么环节了？这个就是国产 X5 全中国，不对，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次官方解锁。一、二、三，当当，一个档，两个档，哎，三个档。距离这台车上市还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除了国内的、国外的宝马工程师之外，我们是第一批见到它的人，大家一起见证历史了，带你们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来。皮革包裹的方向盘，它手感非常好，这就是 X5 前排的感觉，这是 X5 头顶的感觉，屏幕特别大，会有一个手势的识别。水杯架的数量稍微有点少了，你说这是驾驶员放还是自己媳妇儿放？肯定是媳妇儿放了，这毋庸置疑了。这水晶挡把的质感，先帮你们摸一下啊，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发现点细节，有底盘升降高低调节，这些小的纹路叫巴黎钉纹，细节质感做的真的是非常不错。中央扶手箱大吗？大不大？你看这真是到哪儿都能捡着钥匙。一辆宝马其实有四种钥匙，就是我的兜里有可能掏出来是他们四个其中任意一个啊，有可能是一个艰苦朴素款，也有可能是一个超薄款啊，也有可能是一个普通的钥匙款，最尊贵的就是这个了，很科技智能，还有块屏幕。这钥匙没电了怎么办呢？咱们这前排不是有无线充电吗？内部问题自己车就解决了，这国产 X5 还是省心的。哎，怎么样，是不是车门感觉特别大，就你特别从容就走下来了。哎，你看，哎，你可以你拉开车门，你就往后退，你就这样一蹦，你就坐上了。国产 X5 比进口大概长了这么长的轴距，就这个就，这是我腿短啊。哎，这样躺着的话，腿才有可能会顶到前排的座椅，前面还有一个小腿的长度。天窗打开了，你发现点什么亮点没有？必须得拉近才能看到。天窗上面这所有的点看到了吗？到了晚上，这些所有的点都会变成发光的光源，类似于劳斯莱斯的星空顶一样。但是劳斯莱斯只要是有星空顶的，一定没有全景天窗。在这台国产 X5 上面，两个都给你了，还是老板懂浪漫啊。这个车定位是让老板坐在后排舒服惬意的，但哪有那么多老板啊，更多的都是家庭的用户需要，坐在这儿了是你可爱调皮的孩子。看这座椅多软，看它回弹的感觉，触感也很好。然后这儿呢是儿童的座椅接口，妈妈可以坐在这儿来照顾他，爸爸就坐在前排安全的开着这台车。它的价格官方现在不让说，但是你知道吧。哎，这一键启动在哪儿啊？哦，在这儿。老板们坐稳了，咱们出发了，把安全带系上。国产就是给你各种各样你想要的东西，你想要的排量甚至3.0的也已经上了。这个座椅是对于国内的消费者有一特定的改良啊，那比之前的那个进口版的 X5 座椅软的不是一个等级，好像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所有你能想象的配置它都有了。哎，它确实是宝马的性格啊，有了这个骨子里的这种比较狂野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奶爸的话，这个位置也可以实现你在送完娃之后的疯狂一下哦。看到了吧？哇，
赛道里面，你会觉得它的尾巴是受你控制、听你指挥的，它可以按照你的指令，想走哪儿就走到哪儿，抓地的能力给你的信心的可靠程度都是刚刚好。开它的时候，你完全感受不到是一台这么大号的宝马，像一个奔跑的犀牛一样。赛道旁边这些土路啊，咱们也可以简单开一下，感觉一下，就你好像你的脚踩在了厚厚的床垫上面，你脚下不是沟壑纵横的烂路，而是席梦思床垫的质感，能让你在日常的驾驶模式和想撒花的时刻自由切换。好，那其实未来你只有可能在路上通过这超长的尾门来判断这台车是国产的 X5， 在尾标上你是看不到 X5L 这样标志的。所以这件事说到根上啊，是外国品牌更多更好的来服务我们的需求，而不是我们去适应它的产品，所以这样的车才有可能产得出来，也证明了国内工厂它的实力在越来越好，也证明了我们国内老百姓日子在变得越来越好，国力也在变得更加强大。既然这么老长这么大个的 X5 都已经国产了，不去工厂啊再亲手装一辆这辆车，我总觉得差点什么，那咱们就去趟工厂吧。来，